笔电没电了，没电了。我刚刚看到秋盘在直播，我现在要马上找他连播。他什么时候开始播的？那我现在要找他联播，但我不用联播，我看一下。嗯，联播。高歌一曲了。不开门了，不开门可以开门。Hello， 李彩杰， Hi. 你要跟我高歌一曲吗？我现在正在很开心的唱 KTV。你在唱什么？我随便乱唱。随便乱唱。对啊，你会什么歌？你说我会什么歌吗？我其实对，我其实刚睡醒哎、欸。你刚睡醒。酒嗓。那请你有，那请你。自己播好不好？不行，我可以当一个听众啊。Hello， 好啊、哦，你可以开始。他脸好红哦，你脸很红。还有什么歌？我帮你转。怎么转到你姐的歌了、啊？哈酷，哈酷，三六五总会了吧？三六五会啦。他今天没有想开金口哎、欸，那请你自己播。我就跟你说，我可以当听众了。这个要重复几遍，这个对话，这对话要重复几遍。我要模仿你姐，模仿你姐。悄悄在心里许下了愿望。那我要成长。微笑会让每天变得更晴朗，点亮最温暖的心房。有像吗？有像。有一百分，超过一百分，一百分。阿酷，你为什么当脚踏垫呢、啊？他上次我吃松饼，真的，松饼是不是很好吃？很好吃啊！大家想，大家应该可以相信我的厨艺了。对，他吃不到，已经很多人在排队。对啊，很多人在排队，很多人都跟我说我想吃你做的松饼，讲的，你算是第一个吃到我做的人哎、欸，我是第一个吗？对啊，没有别的。一家说他也想吃，我都吃掉了。哎，我不知道我这样有吃那么多哎，因为那天你不是说你煎几块、嗯，两块吗？两块。然后你吃了，你那天应该有吃一片饭。嗯，对。那其实很多哎，你本人只吃半片，然后我吃完一片。因为我们前面有吃了，他其实有四块。他们吃了两个，一人一块这样。对，啊，我吃一块半。Yes， 而且你是吃掉，因为我那个分量没有分好，然后我最后一片是做比较大片，所以你吃到的是比较大片的。好吃啊！你很厉害呀！谢谢。你比较厉害。韩寒的标准是金华酒店，他说好吃一定是真的好吃。对，大概这六星级，秋盘大概对，我评六星啦。对，可以开店了。对，丽丽的小智宝不知道掉到哪，我们的留言是一起看的还是分开看的？忘记了是吗？是一起的吗？你那边看到什么？我这边眼中只有你。受宠若惊。等一下，好像是分开的，是分开的。他们说不一样。对，因为淋了很多糖。有像的吗？有。我也要吃六星级松饼。我帮各位吃了，好不好？你们没有机会了，很抱歉。我帮你们吃点。还有很多。有人说我们是不是想上浪 K？没关系，就留没有啊，留给就留给对，留给姐姐。我们唱歌就直播里面唱唱就好了。对，
我们留给他。哈库，你为什么一直在这？炸哈库，你想要来镜头里吗？哈库，哈库，哭哭，他有听到我吗？哈库，应该有。哈库，姐姐叫你。哈库，我现在很烟酒嗓，我不知道他听不听得出来我的声音。应该是听不出来。听不出来吗？荧幕另一边谁在叫你吗？红磊的声音。哈库在荧幕上，但是还有另一只哈库。OK， yes， 帮哈库联播。哎，我很少跟你联播到，因为你不是都播中午。对啊，我只有跟祖祖联播过吧。我好像因为他刚好也是那个时间。哦，有一只。我想看你的眼。但我差不多。眼什么？眼镜。眼镜啊、哦。哎，我去拿一下。新眼，大家看过吗？你们看过秋平的新眼镜吗？我帮你们。我现在戴隐眼，我可以戴着吗？那我闭着眼睛。好啊。好、哦。金色的，很好看。我最近配眼镜，我觉得我眼睛你去配啊，太重。你那个镜片会很厚吗？还好。不会，因为我度数没有很重，所以还好。150。对，因为我是闪光比较重，闪光有到200多。哦，可是闪光会镜片很厚吗？还好，因为我但是我的那个眼镜很大一个，然后好像下面就会很重，很重，然后很厚。嗯，因为我想要还是因为你度数比较深，所以它镜片就会很厚。也是因为度数比较深啦、啊，但好像也是因为镜框比较大，因为眼镜片最薄嘛，然后它切比较大的话，就会切到下面比较厚的部分。嗯，对，就比较。那你可以选小一点啊，但小一点好像会显脸大，我再去看看。就是适中的，因为我也是脸偏小，所以太大的也不太适合我。抱歉，抱歉，又被攻击到。OK， 没事嘛。换高级的镜片小、啊、比较薄，镜片有分哦。镜片好像有分蓝光哦，但我是配一般的。哦，我也不喜欢蓝光，之前配过一次蓝光，然后一直在蓝光会蓝蓝的，反蓝光。对对对对，看起来。因为我就想说，就是出门的时候偶尔可以戴，所以就是想要选好看一点的，哦、就是你可以配衣服的那种。我在想，我应该要素颜去配眼镜，因为我平常戴眼镜的时候就是会素颜、嗯。可以啊，你是素颜去配还是化妆？我好像去挑的那天有化妆，然后隔天去试的时候是素颜。哦，这你都有看到。嗯，镜片有很多种等级，抗紫外线、抗蓝光的东西，越贵的越好。是当然的，可是抗紫外线本来就有啊。是啊，你说本来的镜片只有抗紫外线？对啊，99%啊。哦，全部的镜片都有，都有。哦，对，旁边是专业一行前员工，是不是？对了，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镜片？现在吗？你现在在工作是不是？没有，他要出门了。哦 ，OK， 那他就是。我也差不多要下播了，真假的？他们不是说你对啊，我播到啊，你播到六点，哎，我播到7点，播到7点啊，七点，哎，嗯，7点半到7点哦 ，OK， 我可以陪你度过最后的最后，品涵不用化妆就漂亮哦，好会夸奖哦，我今天妆比较浓，大家就说我今天比较好看，哎，我也是，好不好？对啊，你们还是果然还是喜欢浓妆的嘛。对啊，还说什么喜欢素颜，根本天抱怨呢、欸，你们两个漂亮没有啦。我自己也觉得有化妆比较漂亮啊。当然，素颜的话就是不一样嘛，比较 real 真实清纯，有吗？当然有化妆一定比较漂亮，不然化妆要干嘛？对。但是素颜是无可比拟的，对，啊，不用化妆太好看了，大家都很会夸奖。
叶城的紫谱的守护灵。那我先来念，哎，我联播是可以念排名的吗？可以啊，我帮你拍手啊。我看一下这个，好像很有用途哎。这个排行应该是对的哈。人也好。第十名国城，第九名蓝熊，第八中影，第七阿恩，第六李真，第五青柚。你的掌声很那个固定的频率。第四志宏。你怎么没有拍？第三苍苍，第二 Dragon， 第一益生菌。恭喜益生菌 Dragon 苍苍可以指定拍到手哎、欸！我有了，我有没有吧？刚刚好像只有我的拍，我漏拍吗？他漏拍，漏拍，你漏拍，我漏拍，漏拍，心我心脏漏拍有，漏拍漏拍。是不是好好笑哦！帮我指定，我抓可说，我帮他指定。好啊，那你轻松一点，轻松一点。比我的 pose， 比你的 pose 是什么？你一定不知道我的 pose。对对对，讲。这什么啊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什么东西啊？真的没有人知道、欸。对啊，是什么？鱼鳃哦，没人知道，连我自己都很少用，但是可以偶尔拿出来用一下。那什么东西啊？我看不懂哎、欸，我看不懂他在干嘛。我要跟你们，我们来跟你们讲解，就是呢，这个是这样，是一个蝴蝶结，中间是一个蝴蝶、然后这是天使翅膀，这样。你确定不是蜘蛛？哎、欸，你不要，快点，快点，重啊！这是我的 pose。你尊重，没有这样子动，翅膀不会这样动，会这样子动，还是好像蜘蛛哦。不是，他就是不会动。我真的是毁了他的 pose 啊！那你的 pose 是什么？我没有 pose 啊。那你现在要想一个啊，下次再想，下次下次再想。这就是我的 pose 啊！你不要偷人家的，你不要。你是蜘蛛，我是，这是我的 pose。好，你的 pose。哎、欸，你这边这样子搓胡子哦，你要这样，可以走开。走开！谢谢 Jason 的指定。我的 pose 被重新定义了，是 yes。你偷别人的 pose 是真的好？不行哦。好，还有谁要指定？好，下一位指定。我只是帮忙问，我不会跟着做。为什么镜头会自己动？天晃移的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移我的镜头，我就被他控制了，我就被控制了，我被制约了。你有被那个吗？那个要眨眼，被威胁的话眨眼，看到了吗？天使翅膀变成毒蜘蛛，上面有指定哦。好，我看一下。你刚刚玩蜘蛛玩什么？你不要误搭的指定。请问品涵可以嘟嘴卖萌吗？这个我最会了，听说涵涵也很会嘛。我不太会嘟嘴，嘟嘴卖萌啊。你负责可爱，我先 pass。卖萌，好会卖。OK OK OK。谢谢指定，涵涵尴尬，你干嘛尴尬啊？我没有尴尬啊。他没有尴尬，尴尬的是你们。对，只要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你。就是你们尴尬。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，手举起来。下面一位，下面一位。觉得你没有，你没有放入感情。蜘蛛要出现。快点啊！再一次五月天阿信，谢谢。怎么是五月天阿信？下面，下面一位，不要理他，不要理他。为什么是五月天？胡瓜啊，胡瓜长一样啊。那你不是要出门了？对啊。你继续送幸福。
我不知道胡瓜。你彩姐，你 get 到了吗？我不知道胡瓜跟阿信长一样。那你他们长很像。你 Google 好像网络上有一个梗图。有吗？你 Google 嘛？好啦，我在 Google 啦。我那时候也觉得不像，然后后来看到梗图之后，就被影响到了。一模一样。还有谁没指定啊？看一下，苍苍，苍苍指定益生菌，益生菌，益生菌可以指定哦。哎，我没有网络连线，我可以玩小恐龙。为什么我们连不到？请你连线。我在连了。胖阿信等于瓜哥。我们紫萱喊他是，哎，我找到了，我看一下。紫萱喊喊也是真的蛮像的。为什么啊？因为晚来了，来一段今天觉得唱最好的一小段就好，一小段。我今天哪一首唱最好？你今天蛮多唱蛮好的，那我们再挑一首就好了。好啊，好像有点像。有点像对吧？没有。发分是这个吗？那就发分了吧。是这一张吗？对，有点像，有点像一点点。瓜跟阿信，好，发分。我不会，我不会跳啊，我可以学。那你当观众。哎，你一起跳副歌啦。我不会跳啊，我学秋萍。明明才关了灯，又陪你下车聊到了清晨，我的郁闷都变魔性小声、啊、谁让你不快乐，一个拥抱后统统都飞走了，心飞飞了，躺着我去准备。热可可，你到底谁派来的？打翻我平静人生，走心的到这么深，你得负责任。哎呀呀，世界上竟然会有你这种人！哎，放不下怪就怪缘分，你让我发疯，你让我发疯。就是这样，你学的很好，我学会了，你学会了，因为主播来了。你让我发疯，你让我发疯，呜呜呜！这个姿势是打排球。我们这不是玩那个，那里有，你有，你有，哦，等一下你没有玩，我在玩，在玩那个运动游戏，然后我今天，然后我整只右手怎么那么酸，然后我就很酸，是不是？玩那个游戏酸到不行。我不是跟你说今天我手也超酸，你们已经玩过头了，这是我没有，我没有玩很多，他们玩更多，我就很酸。运动过头。谢谢指定，但也不打。竟然会有你这种人，对你唱的啦，李彩杰。真的，你让我发疯。这首歌歌词是对朋友哎、欸。哦，真的、哦。对啊，朋友其实蛮可爱的，蛮可爱的。上辈子不小心确认过人生，你让我发疯。我已经会跳了，左右眼。谢谢品涵，真的可爱到发疯，可爱到发疯。品涵怎么还在？OK， 是我温柔的后盾，在我生命中留下指纹，幸运的像闪电劈过我脑门。我们一起比一个爱心，然后这个可以干。爱心，你在这边吗？这里吗？我是这边欸。那两边都比。好，先比这边。这样，这样呢？这样。我脸好黑哦。有吗？这样。这可以低一点吗？哪里？这样。好。
截图截图，截好了没？我跟你讲好了，你一定是我联播过里面的主播最聪明的一个主播。用什么？每次拼星星就是会拼很久，然后都没有人想到用。没有人想过这样吗？没有人想过用两只手啊！我每次都在那拼。我好聪明哦！天哪！连拼老半天，跟你说，没有人想到用两只。我好聪明哦！对你真的是不愧是有点脑，不愧是你朋友。对，不愧是聪明小达的朋友，聪明还是天才朋友。真的好黑哦！好，谢谢。差不多要结束了，我可以你慢播。下班，加油！拜拜，拜。我是等一下直接关播就可以了吗？嗯，应该收。好，好。OK， 拜啦，拜拜，大家拜拜，拜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啦。大家下次见，拜拜！谢谢大家看我也播，我也拜拜一下。好，我才播20分钟，没有啦。拜拜各位！哎，大家要记得去买那个公演的票。对，对 ，reset 公演可以来看。彩杰的是13号 ，Unidaisy 是一点。礼拜天是13号吗？13对，然后 Universal 是12号。拜呀，拜拜。他结束了本次联播，突然变得好冷清，我要播音乐。好，突然换一个风格哎。嗨，大家！谢谢小勋的尾手礼，还很多位置买起来，对大家买起来。我只能说，真的看一次少一次。谢谢这个抓坑的猪猪牛，谢谢潘江的星耀女神，谢谢，谢光泰的守护许愿瓶。谢鱼的月赛应援，谢光台挚友抱抱哦，别这么说会哭，剩没几次了，对，所以大家要尽量把握，对。大家尽量把握每一次看 reset 的机会，应该有公布剩几次了吧，我想一下哦，是11月嘛。谢谢小勋的才艺主播小辣椒，谢谢，谢谢粉丝。今天是花花，花花，花花 ，Fight like a girl， 花花，花花。我每次穿帽 T， 头发都会超乱。最近也有想去剪头发嘞，一个月，一月就最后一场了，对，还有几次？花花是一个歌手，我好像知道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啊、哦。从这个月是10月，然后10、11、12，一共4场，大家把握一下。还喜欢花花，这个花花是阿贝桑给我的。花花一但我应该也是喜欢花花没错，因为花花是粉红色，我喜欢花花，再是泡泡，然后毛毛，你知道这样有加有点强，没有耶，差不多，没有什么特别，没有特别的眼妆，我算错了，我算错了，倒数3了，哦，3次，只剩3次哦，大家要来哟，11、12、1，3个月，2月，那悲伤的花花，对，
鼠毛泡泡花花。今天卖的是十一，然后剩十二，一，对，大家赶快买，以后就看不到海涵公主了，对，你们还有三次的机会看海涵公主。他好珍惜公主态，公主态，门票已买，很棒，且看且珍惜，看一次少一次。还有四周年，新歌好像是跳出公主那首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我可能也是来个帅气啊！当初 recycle 我也不知道我会接下王子一职。嗨大家！啊，真的很喜欢听阿琳唱歌。为什么有一个字幕？关不掉，关电，哦，关电，关掉了。期待新公演，期待。但是 reset 真的是且看且珍惜，真的大家拜托要来。虽然有缺几朵小花瓣，可是这样子位置也会有新的不同的变化，所以大家要来哟，要来哟。关电，关电。上天那三组好像还是会出场吧？会啦，都剩九个人而已，怎么可能不出场？怎么可能不出场？我上次就有出场了吧？还是没有？有点忘了。我上次有出场吗？有吧？有吧？好久没看第三首是什么 ？YouTube 上面好像有，就是什么可以什么女友之类的。对，好奇愚笨，我也不清楚你是怎样的人。可惜，中间还是会上对。大家真的真的拜托一定要来，真的一定要来，真的不来会可惜。真的倒数三了，其实是还是有一点难过，因为这套公演我想起来跳了一年半吗？我不知道跳了多久，跳了很久，还是会怀念，当然会去。对，倒数三了，很久没见了。对，要洗的衣服下一首是哪一首来着？要洗的衣服好像下一首也是什么女友。对，谢谢抓坑的真情告白。两年了，对啊，两年。以为这套公演会跳一辈子，跳一辈子也太久了吧？两年真的是蛮久。我居然已经跳了两年了。初登场是什么时候啊？二零二二，所以是2020跳的吗？对，2020九月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怎么了？2020九月，好怀念哦！
时候大家一起练舞，我们那时候真的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讲过，我们一个礼拜学一首歌吗？然后学了，好像从四月开始练嘛，印象中四月开始练，然后一个礼拜学一首，这样，然后就表演。那我觉得比赛真的是累积了很多功底子嘛，果然我们还是需要公演来让我们练习舞台表演。那今年是几年都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今年是几年啊。希望星空也有甜甜歌。通常不是公演都会有嘛，都会有甜的，有帅的，然后不同风格的。现在不知不觉演很久，大家都进步很多。对啊，我改天看翻不翻得到第一次表演的影片啊，我自己来回味一下。但是感觉，我们是第一次表演这等级还是第二次？我记得好像有一次跳超整齐。对，一定有小黄哥。记得女友那个还有表演，有表演。对，我要讲什么？对，反正就是主要是跟大家宣传一下公演。现在突然不知道要讲什么，我刚要讲什么？我刚原本在讲什么？我原本要讲什么？公演，我要宕机了，因为我今天很累。我真的很想睡觉，今天早八。刚睡醒，脑袋还没醒。对，大学趣事，大学趣事，要不要去休息了？太快了吧！我才播半个小时哎，但我今天整个昏睡。因为今天下午的课，那个老师有事，然后移掉了，调课了，对，然后我就中午回家，然后吃个饭，然后倒头大睡，然后练一下歌，然后倒头大睡。我刚在直播前想说再睡五分钟，十分钟再睡，好像睡了十分钟，然后睡十分钟起来之后，发现好像还可以再睡五分钟，然后我又再睡了五分钟，然后不小心多睡了八分钟，五加八这样，两次倒头大睡，我直接就是昏倒的那种，就是整个是不省人事。对。那你睡了好几次还这么累？对啊，因为这几天都睡很少，睡觉就是这样循环，再睡几分钟，然后会超过几分钟，睡五小时没有睡五小时，下午好像睡，下午睡两个小时还是一个半？睡很多但反而很累，可是一直想睡，一直睡着，偷打广告。下午平常放三点半吧，应该是。哇，
为什么会有可以宣传东东吗？可以来想一下，细品闻。早八小乖八就去有，今天有，但迟到了十分钟吧。但没人到，睡太少跟睡太多都会蛮累的。但我应该显然是睡太少。看老师没空，是否心里很开心？其实还好，因为之后还是要找时间补。我昨天的空堂就被拿去补课了，太累了。我还有超多作业的，我真的是快不行了。我真的每天一天加一堆作业。已经没有创意了，我可以再跟你们分享我的新的 sketchbook。我已经江郎才尽了。撑到寒假，我很担心，学到怎么轻松一堆作业的方法了。快三年吧，三季的作业真的超级多。我的 schedule， 但是我都有点在偷懒，就上午的课本要做。三章，然后下午的课做六章，但我发现其实下午的课老师他没有很认真检查那个页数，因为我其实因为我之前一直以为只要做五章，然后我朋友说六章，我想说我一直做五章，为什么老师没发现？我这次就只做五章，他没有发现。我画了很废的东西。因为我就真的，我前一天才做，因为我本来我不想做，我本来真的不想做，因为太多事情，然后我本来没有要做，后来前一天晚上我还是想说好吧做，然后我又做到半夜，画了一个，就是用，我真的有点敷衍，用那个口红画，因为我之前画什么，他就会说好像有点缺乏个人创意。就是不是我的东西的感觉，但我也不知道什么算是我的东西啊。我今天画这个香水，他就说可能要加油这样。然后我不是又做了这个吗？他就说谢谢潘朵拉的质朴的守护灵。他说这个不是我的东西，因为我这个东西其实也因为上午的课跟下午的课的老师不一样，然后我就是把作业混在一起用，就是上午的老师给他看三张，下午的给他看五张这样，然后我就给他看这个，然后上午跟下午老师都跟我说，这些不是我自己的东西，他就是想要我自己创意发想。我就想说，我已经真的我想不到要做什么，完全没有创意。那我这个还弄很久，我这两张弄很久，我已经累了。还有这个我也弄很久，然后我昨天就很快很临时的就想不到要做什么，然后我就想说拿一个就是别的就是不同的材料来做这个作业，然后呢我就拿了口红，太坏了，叫同一份作业，因为上午下午老师不一样，他们不知道，从来没想过可以这样。教授只是真的不想说而已，老师都知道，只是不说。没有他好，他可能知道。而且因为人家的 sketchbook 用很快，然后我现在给你们看，我现在才用这样而已。就是我才用这样子而已，但人家好像已经要快要用到底了。对，没关系啊。没关系，反正我有得到老师的签名就好了。再给你们看下一个，
下一个有点更肥，下一个真的是就是用眼线笔画的，大概三分钟以内完成这个作品。刚那个也是，刚口红那也是三分钟。一千多这线报还没开始，我等一下做完别的事会写的。我需要做立体的，对他们都做立体，就是各种。但我的意思是，他们页数已经到很后面了。为什么是化妆品？因为我想不到别的更有创意的东西。那我画了一个脸，然后帮他上妆，看起来有点空洞。反正我就是画了一个脸，然后帮他上妆这样。然后我用第一次的那个作业，然后随便剪，然后贴了一朵玫瑰花，还有一个不知道什么的也莫名其妙的图形，因为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还可以做啥，所以就随便粘，快不行。同学都做很多，对，他们都做很多。有时候真的会摸不到是评分方式，这也不能自圆其说吗？通常不会，就是在给他看作业的时候不会讲，他会问才讲。比如说他有时候会问，我看哪一张他问我，好像没有问。但我看过他问别人，就是他会问说为什么想做这个，然后才会讲，不然一般来说是不会跟他一张一张解释的。他好像没有问过我。可能我的东西太烂，他不想问我。老实说，我绝对不会说我在憋笑。当什么东西？留白也是一种美，不甜反而很快。画豆花，文具表示难过，因为用一般的文具老师就会说太单调了。那些老师小本本才不会嘞。刚那个画的是韩剧设计的。哪一个画的？但基本上这一本都是的。我看人家还有用钉子钉在书上，就是一页，然后他钉了钉子，然后挂了线那些的。我好像做不出那种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我好像怎么样偏死板嘛，就是我没有办法。破坏我的本子，我想要它，但是感觉不应该这样。但是因为你要发想的话，感觉就要有突破。可是我完全不想要破坏我的纸，就是大家有些可能会烧纸啊，或是撕纸之类的。可是我完全不想破坏我的本子，所以它到现在还是这样干干净净。我连那个口红我都怕沾到，然后给它放一张纸，我就是不想要它。就是皱皱的，或是脏脏的。但大家的 sketchbook 都是，就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。对，强迫症。谢谢西西的星耀女神。放一个香蕉在那边好了。这其实好像可以，如果香蕉不会坏的话。没办法破坏那个自然影响，对，好现代艺术。要找特殊文具，毛笔一点都不特殊。就是要找平常不会拿来画在纸上的东西，不然老师就会说太普通，不是你的东西，很痛苦哎，破破的受不了。对啊，可是我是真的不知道大家都怎么做出那些很厉害的东西。我跟我的朋友们都非常疑惑，就是班上其他厉害的人做出来的东西，老师准的是不是要一般人看不懂就是艺术？通常都会抽象一点吧，就是他喜欢的东西，就是用那种，我觉得啦，看起来就是用那种很多不同的材料，
就是有用毛线啊，或是什么口罩、钓鱼线，或是吸管、棉花棒那些，然后弄在那个本子上这样。我是看他挑出他喜欢的作品，就是有这样觉得，不然就是画画超厉害，就是画一整张，然后什么粉彩啊那些的。他喜欢打破以往所有的东西，对。展览垃圾桶，偷剪姐的头发，你在展览说，哎，头发好像不错哎，头发可以排成一些东西耶，下次可以试试看。我剪刘海的时候留一下一些头发。反传统，威武团下次再讲名字，搞不好全国哪里来的名字啊？但就是要，不知道，就是要看起来很有创意，可是我真的一点创意都没有。我身边随便拿一本书，随便翻到什么，谢谢谢的告白气球，谢谢。翻到元素，什么元素就加进去，什么书的元素可以加在里面，用汽水瓶盖可以，但因为汽水瓶盖就是这个书会关不起来，我就不想要它长那样。好，我有一天可能需要突破自己，但是我现在真的还没有办法接受干净的一个本本，然后它会关不起来，然后凹凸不平，我会。试着突破。庙里投20元一大叠，紫色的话可以做很多东西。反传统，因为这个不然可以说老师你不懂艺术，可是我觉得他的不好是蛮客观的。就是通常他觉得好的作品，我也会觉得蛮厉害的。然后也不是说不好的作品，就是没那么厉害的，还是感觉得出来。听你这样讲，就好多想法想做，我没有想法，你们可以随时给我提，每天给我提，因为他一般来说好像是一天要做一页这样。嗯，他一天要做一页，但我没有一天做一页，我是有空的时候。就是努力做，要有主题。对，我就是重点是没有主题。用回纹针好像也是可以用回纹针粘，哦之类的。我想到我可以用头发做一个刺猬，我要用牙签弄一个刺猬，可以耶。碎布作品里面服装设计，这个其实好像有人做，对。还有人用假钱做了一件设计，对。我要用牙签粘一个刺猬，感觉很可爱，不过就关不起来了。不会耶，哦，我说的刺猬它的这样平的，不是直的，这样平的可以关起来，我还是无法舍弃关不起来的。眼睛好看，啊，背上的衣服真的很香哎，啊，背上衣服洗得很香。我正跟阿贝桑借衣服，然后真的是香到爆。这个立体的感觉比较酷，立体的刺猬吗？但就是会关不起来，而且立体的那牙签要是直的吧，这样感觉真的关不起来。什么味道？就是洗洁精很香的味道。瓦楞纸诺做。
不对不对，做那种打开会站起来的东西。哦，好像可以用几张纸合在一起做那种立体卡片，那种好像也可以。我醒了，谢谢泡芙大师的红玫瑰。Hello， 忘记狗狗。可是那个很花时间哦，我真有跟金香菇分享。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然后我发现他有那个 Love 的那个。海报，就是我想到那个怎么很眼熟，上次不是去他家吗？那是他的床头有贴那个，我就想说有这么爱。然后他说他也有黑胶唱片，你们一定是 good friend。God bless you， 什么意思？什么是黑胶唱片？黑胶唱片就是黑胶唱片。我突然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黑胶唱片就是黑胶唱片，那个圆圆黑黑的那个。可以跟金香菇交朋友吗？可以跟我交朋友，我可以当你们的中介，就是唱片。咳了一下，我刚是在打喷嚏吧？我刚有咳吗？我刚有咳吗？补一下香水。我真的一直喷。那我听错，应该是哈曲吧。一起阿基拉的和你一起，对，今天我们是可以和人当朋友就好吗？也是可以啦。因为我不是很想让你还喷，但是不一样的味道。昨天玩那个 Switch 的运动，没有玩过 Switch 的运动吗？开板手舞，对，这个脸跳起来很可爱，应该是因为长得可爱。我不是想说我长得可爱，就是因为长得比较可爱，偏可爱，所以才会。健身环，不是健身环耶，我不知道那叫什么，反正就是它有很多种游戏，它还有击剑，嘿，还有网球跟有羽球吗？网球、羽球、足球、保龄球，差不多，还有什么忘了？不小心鹦鹉，什么鹦鹉？あ、健身環。ダンス苦手なんですよ。だからダンスとはって聞かれると。あ、不、该不会飞ね。
啊、哦，好像是哎、欸，感觉有可能。那我们就再打那个网球跟哦，还有排球。我手今天我右手今天真的整只都很酸哎、欸。柏林球是什么？有上哪个项目？保龄球，我一直那叫什么？权重 ，Switch Sports。那我不知道位置哦，那应该好像是 weed 才刚国中而已。啊，到了，到了吗？哎，我跟你们分享，这是丁香菇。交给我的任务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哦，知道了。他说这首歌很好听，他是叫什么忘记了，我没有好好。分享这首歌，我想一下，什么吉他叫什么吉他？反正就是弹吉他的人，不好意思喽，明天节目该找。没有，因为那个保龄球它是就是很非常简单，就是你瞄准好，然后这样，然后就可以 strike， 但它不会喊 strike， 吉他手，指吉他吗？手指的指，还是什么弹指弹？Wii 的保龄球 1.3 至0的圈道什么意思？对，是打躲避球，不是保龄球。但我保龄球是蛮烂的，现实的保龄球是蛮烂的，因为我之前不是我有分享过吧，我跟我高中同学去打保龄球，然后我打超烂的，我一直洗勾。它是要有一个弧度吧，就是你球滚出去的时候要有一个弧度。没打过的人一开始都那样，但我朋友有教我方法，但我还是不太会。13号坪中间那点打进去，不管力道多大都赢人圈的。瓶子还有编号啊？瓶子有编号。三也可以圈到，一是中间那一瓶是不是？那三也可以圈到。谢谢沉鱼落雁的旅行机票。新手教学第一步，不要跌倒就好。怎么样可以打到跌倒？我是有看过打到把天花板打下来，就是球抛太高。哦，等一下我手真的好酸，就是，来一下手，就是球抛太高，然后。直接撞到那个天花板，舒展。哎，对，我还有另一个作业没有跟你们分享，有溜滑梯，有我上次对要溜滑梯啊，
因为真的打不到。但我觉得那个 Switch 的游戏就跟溜滑梯差不多，反正它就是瞄准之后你随便打都一样。你们看过你们看过溺水小刀吗？反正就是这个 Sketchbook 的这一堂课作业又还是有一个，他就是要看一部电影，然后印剧照，然后要分享他的就是配色，还有什么构图、色彩比例之类的。有人丢抛物线旁边，等一下，一下会蹦吧？因为你往上甩，它掉下去不是会蹦吗？还是其实不会？会蹦吧？欸，我还没有听过，我不会念。樱花前辈的团体的新歌，易云跳的那个，对不对？我还没有跟你们分享我印的剧照，但是就是我会快速分享，就我印的三张剧照，30块。我们就公司的印表计划叫我就去外面的印表机，好看一下。感觉也是很新的那种风格。他剪了刘海，我不认识，有一个人剪刘海，我不认识了。溺水小刀，对，菅田将晖那部。括号大是还有地板没凹。都好细哦，那好像一个梗图哎。这很像一个梗图哎，这很像一个，就是小女孩在一个烧掉房子前面，然后这样，还是这样，是这样，这样还是这样的那个梗图哎，是故意的吗？你没有看过吗？那个梗图，我都不认得，我只认得出来樱花前辈跟有时候我跟他长蛮像的，他叫什么？也是爱之王的。很洗脑哎，凶手就他吧，长得蛮像，有时候那个女孩长大了，这是什么风格啊？我想一下，我这个风格叫什么？而且为什么大家都有腹肌？好厉害哦！前辈很正耶，有一个一直好像很会芭蕾嘛，我喜欢这个动作。哎，我觉得易云跳很好耶，我真的是有在羡慕他很会跳舞。很流行这种街头吗？加油，谢谢。有时候好像真的是长蛮像的。觉得呢？
觉得他们的衣服都很前卫的感觉。Y2K， 再对比一次。嗯，哦，炸掉了，炸了。听回要听什么？烟幕。现在在帮我对比吗？好像打喷嚏哦。谢谢主播，今天很漂亮。听卡帕不听过啊？帕怎么可能没有听过？看一下。都要有点会跳了。我查到一个 radio。NXDE 是什么？是我在想你。谢谢，请多想我。哎，对，我们不是要想那个为什么会有祭品文？好像都用过，还有什么祭品可以用？以后也 cover， 我现在会一点新歌，谁的新歌？我跟你们说过，我是那时候跟安妮跟布丁一起学嘛，我忘记我们那时候要干嘛。我们那时候好像有工作，然后有一个超长空档，然后我们就在公司的教室稍微学了一下。对，那学完然后安妮 cover， 然后他教你，因为我们一起学，然后他后来自己把它学完，然后有 cover。服装有规划了吗？哦，我想说祭品就是服装，服装还没有规划，你们可以帮我决定。现在祭品是啥？现在祭品是啥？请大家帮我恢复记忆。现在祭品是什么？好像就是跟姐姐穿什么吗？有点忘了。G I 的，哎，那我好像知道。感觉有稍微看过那个视觉图吗？还是什么？好像有看过。现在 cover 还来接他，接他们七周年，他们七年了，有这么久？为什么会一起穿？记得是拍 Go Now， 什么是拍 Go Now？ 御衣。你是羽翼吗？现在 challenge pop 会不会太累？对啊，所以我没有要 challenge。我刚讲 challenge， 英文很差、欸。你说那首是什么 ？N X？ 哎，我会跳 after like。等一下 ，N X U A N X D E 吗？哦、oh, ，我有看过这个，那个图，我知道他是不是米妮吗？好眼熟啊！我记得里面有一个很漂亮，我很喜欢的。
但我忘记叫什么，我只是有看觉得蛮漂亮。水手服，因为不是说没有约好一起穿，好像是不是牛本来牛奶熊约好，然后他们自己偷换掉。牵着手的时候，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哦，勾脑，有点忘，那应该是吧？安妮有说过是不是？以前叫美颜，现在名叫维娟，为什么两个名字完全不一样？好像是哦。好像是美颜，真的很美。西西老婆好多，对，西西老婆很多。这个很像红心皇后的感觉。他们的造型都好厉害哦。音译跟身份证汉字的差别差蛮多的，有说过哦。我们那时候真的大学，不是，我现在真的大学啊，我是说那时候学好像学蛮多的吧，但还没有学很熟。今天这个好魔性哦。哦，他们是全员金发。那时候大学啊，不就现在？其实我是说大学特学的那个大学，不是那个大学。旋律是卡门的第一段，卡门是什么？我就听过卡农。那哇，他们都我知道，我现在有点在关注时尚。我知道现在是不是流行低腰裙或是低腰裤，就是类似现在流行低腰，对不对？我有看一些时尚，然后现在就是流行低腰。现在好像很常看到低腰，就是从我看到那个时尚出来之后，现在很流行低腰，有吧？我觉得有在流行到。来看一下，那个 After Like， 因为低腰已经流行很久，不是啊，就是我觉得就是衣服的流行都是过一阵子就是会就是一直流行，就是它会一个轮回，对，周期性没错。卡门都不知道卡门是什么。季节性是吧？不是，就是比如说以前很久以前流行过那种泳装，然后是那种高腰泳装，包住肚脐那种，然后后来又变就是一般的那种三角，然后后来又有一阵子又流行起来，它就是这样。高腰泳装跟高叉泳装差在哪？高叉泳装就是开高叉的意思嘛。Kate 今天生日，唱生日快乐歌，可以，好像可以先来唱，播完这首歌，然后唱生日快乐歌。要喜欢 Love Dive， 对，哇，我也是。我以为是沙浪。那个牙是吗？还是第一段哦。谢谢光泰的和你一起。
前不太穿高筒袜，结果现在开始流行了，而且现在有流行泡泡袜，就是之前日本流行过的那个，你知道吗？就是还是叫推推袜、泡泡袜、推推袜之类的，就是鸡一坨在脚上的那个。比基尼跟比丘尼差，这可能可以 Google。一个海边，一个山上，好会回答哦。现在叫推推袜，对我们没有的，但我们学校有人穿哎，而且蛮常看到的。有可能看到海岸比基尼，但不太可能看到海岸比丘尼，应该是比较有可能看到海岸比丘尼，然后看不到比基尼这样。下次就是比丘尼。泡泡感觉很难搭，其实还好哎，感觉搭个百褶然后上衣这样。被作业折磨到看破红尘，看破什么红尘？等一下，我要帮 Kate 唱生日快歌，差点忘记，我还调到这个。啊 ，Kate 在吗？看看还能穿比基尼，用想的就好，用想的。泡泡袜要可爱的人穿，那我下次就穿泡泡袜。下次就穿泡泡袜，再好，那来唱生日快乐歌咯。祝你生日快乐，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嘿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嘿嘿，祝 Kate 生日快乐。几岁？很失礼吗？祝 Kate 18岁生日快乐，同年的。18岁生日快乐，鼻子好痒。18岁生日快乐，请许下你的愿望，许下心愿，勇往直前。好怀念的歌哦，谢各位，祝 Kate 生日快乐哦，是今天哦。有唱生日，不是有唱生日快乐歌，我刚唱，有吹带蜡烛吗？吹蜡烛。哎，今天是不是爵哥生日啊？所以跟爵哥同一天吗？是吗？是今天还是昨天？今天几号？今天几号？20。好。感觉同年同月同日，太 lucky 了吧！我好像还没有找到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的粉丝，等你们哦，93年3月15，帮我寻找我的知音。今天明天是面生日吗？21，明天好像是哦。好多连号哦 ，TP 怎么那么多连号？还是因为人很多？记得小迪、林杰是不是连号？13、14，就找到一样315的偶像。对，明天是面，同年同月同年同月差一天的偶像，谁？阿潘一家，我阿潘一家也是连哦。好多连哦，而且我们家也都是连号哎，我不是15，然后播音乐，我不是15，然后 QQ 是14，然后14、15，然后16是弟弟，对，15、16、14、15、16，
然后姐姐不是五吗？然后四是爸爸，三是妈咪，二是阿姨，一好像有人忘了，等一下哦。好，一先跳过。三是五，五是哎、欸，哦，四不是姐姐，我刚刚是讲四是姐姐吗？我刚刚有讲四是姐姐吗？四是谁？哦，四是爸爸，五是姐姐，六是婆婆，还是婆婆？哦，六是婆婆，七是奶奶，是吧？奶奶是七，对。然后还有什么？好像差不多了，全部都连在一起。他们不是双语啊，是日期刚好，日期有连到，有连到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伊科拉的大鼓，它是大鼓硬梅里还是大鼓硬梅里？大鼓吧，我知道它是同一天。NMB 的什么商？我不会念圆。妹妹好像天平，不是啦。他是天蝎啦，对，只是日期连的大鼓。NCCT， 妈咪是不是在看时辰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吧？小迪他们之前三连，我知道。好像奶奶会看，但是我忘记我们有没有照时间出生了。我跟姐姐有可能有，但 QQ 好像没有。弟弟有吗？早上要问妈咪最清楚。对，山上的拉丹，卡雷塔连萨，怎么念起来怪？卡雷塔连萨，卡雷。Karen 上，为什么可以发音这么奇怪？烧虾哦！我居然都不知道要听什么歌啊！嗯，来听新哲，他礼拜天要演唱会。我突然大烧虾，我国中的朋友超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我国中的朋友。超喜欢周星哲，我不知道。我国中男朋友超级喜欢周星哲，他每一场演唱会都会去。对，他唱歌真的蛮好听的。突然变婆婆，我不知道要结婚了。对，什么可爱哥，他知道你发音奇怪，没办法，还口腔。我怕我的喉咙怎么会变这样？肯定要回去了，肯定要回去喽！谢谢小野木的月赛应援。也不需假设，你说深深爱过才会懂得。南夫我也喜欢他，你有这么爱周星哲？你们有最喜欢的台湾歌手吗？跟周是好明显，对。那时候有跟去演唱会没有、欸？哎，跟谁？跟着去看大烧虾，对。跟我国中朋友吗？
直说。我觉得如果阿琳有下次演唱会，我就会再去，我真的要去一次。你说台湾演员谁？李彩杰，我不是歌手，我是 idol， 是唱跳偶像，一直没有特别喜欢谁，只是喜欢听主演，没有那么爱你，比较爱爱谁？周兴哲吗？我是喜欢听他的歌。感冒吗？也不是哎，就突然研究上会帮我记得。我没有跟国中同学去看。五月天阿信哦，喜欢张钧甯，张钧甯是歌手吗？哦，演员，对不起，你刚刚说演员，对，他是演员。喜欢张钧甯，我好像真的越来越喜欢阿令，阿令真的很对到我的喜欢的歌，我觉得每首歌都很好听，真的。天生歌姬，现在人感觉又真的很好。就上次看那个，那叫啥？森林之王，然后跟一个选手一起合作，就觉得他人感觉超好，而且也愿意提携后辈的感觉。张钧甯是歌手，张钧甯真的是歌手。我对我声音好像坏，他就是会讲。张钧甯是歌手吗？我等一下念榜喽。属于我的愧疚，消失在你身后。这里有邵雨薇耶，我也蛮喜欢邵雨薇的。我喜欢她，其实有长得也有点姐，不是演员，真的哦。哦，她是演员。蔡依林、王心凌哦，我知道张钧甯啦，艳榜哦，很漂亮哎。看演唱会会哭吗？谢谢卡尼的梦幻泡泡，艳榜喽。温柔，好，念吧。卡门已经不知道张钧甯在不知道是原始人了。卡门是啥？哎呦，听到哭过。是雅编演唱会吗？今天的第十名是九蛋，谢谢九蛋，谢谢。第九名是陈，谢谢陈，谢谢。第八名是什么？台中学生苍苍，就是第一次上榜，谢谢苍苍，谢谢。第七名是小勋，谢谢小勋。第六名是卡尼，谢谢卡尼，谢谢。第五名是西西，谢谢西西，谢谢。第四名是阿基拉，谢谢阿基拉，谢谢。第三名是光泰，谢谢光泰，谢谢。第二名是抓肯，谢谢抓肯，谢谢。第一名是幻影战士，谢谢幻影战士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是我吗？好像是。加油吧！第一次上榜，不要装了，不要装了。这一次终于不再是我了。不是西雅的，是 IU 的哦。来台湾的吗？喜欢郭靖跟梁静茹，但是一段时间没见。哦，梁静茹也是很就是很经典的那种，经典的。鼓掌！要跟你们说拜拜喽！鼓掌 ，say goodbye。Say goodbye, say goodbye。 刚最爱的漂亮姐姐的照片可以啊，但我常常滑小红书的时候都会一直滑到我知道她是我很喜欢的，因为我觉得她很漂亮，她很漂亮。但你也可以
传给我的。对，好的，兔兔加油，我会加油的。那今天写论文了，大家，我会写到睡着。拜拜，下礼拜见，记得买公演的票哦。好，那不是论文，心得报告，心得报告，1200心得报告，拜拜。